我看着像你。这边干嘛呢？他等一会儿结束了，都过来演讲了。我骂马云，骂马云了吗？你们过来演讲。他现在他是按正常说不让聚集的。对啊。他人少，人他觉得人少没事，如果是人多的话，警察都过来管了。那边聚那么多，那警察管不了，管不了。你敢管吗？你现在、你警察本来对八月有气啊。你说警察不是人吗？警察他们和我们的警察不一样啊、他们也是老百姓啊，他对八月也有气啊。你看现在都公开写的八月发狂，是吗？直接骂的，操，都是骂的。哎，就这两周是吧？我在家就听到那个鸣笛了，看又是这。上周好像也是。上周我也是上周星期天。这周星期天，上周把我惊到了。以前像泰国都不打鸣笛的嘛，车撞了都快撞了都不打鸣笛。因为现在是在这边疫情，不允许聚众、你就开车就行。啊，开车就行。你鸣笛就行了，这是合法的。哦，是这样的啊，对。我在泰国几年，我参加好多游行啊。你参加游行？我参加最大的一次就是三王庙，那个是2017年吧，2017年那个时候是。树铁山有几个，有一批法官，他们把树铁山的地买了，然后在上面盖别墅。盖别墅以后呢，就在树铁山下，你很明显看到这一群别墅群，他就破坏。泰国人认为他破坏树铁山的风水了。是这样的，那个时候是很多人不满，然后投诉到市政府，到投诉上没用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一次是我见的人最多的一次，你知道吗？大概2-3万，他们就是徒步，然后从塔面门进来，然后围着古城到这边集合，全部站的。对，树叶上我看没啥别墅啊，都。不是，我看不出来，他们看得出来。哦。就他说这个，就是说他们私自把这个树叶上地。其实你法院的检察官他们买的地也是合法的，但他用途你知道吧？他觉得整个树铁山的整个这个树铁山朝那个脉山脉就不好了，包括那个和尚，各种协会，和尚，自行车协会，健美运动员协会，都来了，健美运动员都光着膀子都健美。啊，健美协会都来了。好的。其实很多人来是看热闹的。对，就拍一拍，看看热闹。刚才有一个明星过来，你没看吗？都在叫，明星下来给他们推东西嘛。是吗？我不知道。然后，我看到有个叫，不知道开个奔驰，我不知道是前面那个。哦。奔驰前面那个是明星，我看着他们叫的厉害啊，那个是个明星，然后那几万人的全部都满了，接着全都满，接着有舞台，然后有和尚，那比这热闹。他下周可能还有啊，应该有。然后呢，市政府市长因为都是他那个姨父啊，溥仪过来了。然后老百姓掉地的那个什么这个抗议书，他接过来以后，他讲了几句话，一些老百姓都在可能好像在骂什么什么。然后走了以后就胜利了，就按规定可能到1点结束吧。这边有个舞台，然后呢，一些大妈们上去当跳舞。跳舞。这边有吃的，有水，你随便，你饿的话谁都可以去吃零食的。有水有。他这个游行，怕的不得了。有什么呢？对吧？你给他规划了，他申请了，你给他规划路线，对吧？我这是第几次游行？小游行。对，他只能在古城这周边，对吧？我看别的地方都没有。他有路线。哦。他有路线，就是你还比如说他的车队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他很多车队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从这进。他车队在哪个地方集合？在哪个地方集合？因为前两天我去那个。在那个志愿台，那个地方有一个集合点，上个星期，哦，全部在那集合，然后警察有维持秩序的，警察跟你讲，他在警察前面跟你讲说，就意思大概你不要去有武力了、暴力了，就是和平就行，然后都过来了。
因为上次我没过来，上次我在外面都看到了。他这次他过来以后，他是每个集合点集合一群，那路上有人跟，他给你指定的路线，就这个路线，别的地方不让进来。哦，那边就不能。哦，就只能绕圈呗。对对对，就在这绕圈。对，你要是想支持的话，你就站在这附近就是叫就行了。我家听最清楚了，滴滴滴，我靠！你家那边听不着啊？听着。我家这边最。上个星期从那边过的。哦，那边。嗯。这个。上周人更多，上周我看那个纪念碑这儿人都满了，但那时候可能就是你说要演讲啊啥的都过来了。可能现在。我那时候出来吃饭，我现在疫情爆发，他不让你演讲了。我告诉你，有学生参加的。嗯。有学生参加的都很热闹。啊，现在没学生哈，没有学生参加的都不是，不让学生参加是吧？还是，啊？学生没组织，我让你看我抖音，去年，对，来唱歌了，就在这儿哈，人很多。人都站满了，有学生他就人多，知道吗？你没有学生啊？去年是去年这儿还有卡佩门嘛？啊就可以，他就人很多，而且全是学生，学生为主。卡佩门去年，咱们有好几场呢，这还不是最大的一场。现在是那个疫情，没有老外。那时候，对我说那个那一次那个爬四里山那次打游击，全是老外啊，老外抗议，老外最喜欢环保，你知道吗？很多老外都在抗议。他是政府的建的。法官他自己买的，他买了以后他那一片全都卖给法官了。这站哪儿去？欢迎大家点赞关注，有更多视频意见呢可以在评论区或者私信告诉我。